尔登10月16号，昨天下了15公分雪，今天可能是一个 powder day， 看一下雪况，刚过来还没有滑。如果是 powder day 的话，那就是1920雪季第一个 powder。滑下来了，严格来说这个并不能算是一个 powder day， 但雪并不是很 powder， 而且也没有多厚，差不多就一包是15公分，那真正降下来的话也是10公分到12公分左右。但是在考虑到今天是10月16号，这么个基础有这样的雪况已经非常不错了，而且这也是我本雪季第一次滑单板，因为9月20号的时候肌肉撕裂，现在还没有好全，所以说我动作也不是很敢做。今天能滑到这样的雪况，也很满意。第二趟只有我一道板，再滑一下。上午雪了，哎呀，我要摔倒了啊！我要摔倒了啊！天天，朋友们，好了，稳了，滑了一上午雪了，现在下午1点多钟，上午滑了3-4个小时的粉雪 powder， 非常爽。10月16号能有这样的雪，已经非常知足了。在明天这个雪道一压，完美的地毯，完美的面条雪。过几天还会有一场降雪，大约3-4天以后。应该会有40-50公分的降雪，不过现在的预报并不是很准，期待会有这样好的降雪。10月16号，索尔登雪况非常好。11月2号，咱们索尔登见。